白色小轿车一旁突然来了两名员警，一左一右包夹。员警先是拉住车门把，见车内人没反应，再掏出枪支对准车窗。车内的人不肯乖乖就范，竟然油门踩着继续往前开，留下一旁无奈的员警。后方车辆目击一切过程。他不能开枪，可是那个人一直走哎。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开枪？其实警方都是依据警械使用条例，使用上也有 SOP 流程，先口头警告，对空鸣枪，犯人不就范非得开枪时就要避免打到致命部位，之后还得报告长官。对，我觉得他开枪，我是觉得是依法办法的话，那他就是可以开枪，就是看那个情况吧。觉得如果他们民众太过分的话，还是要开枪啊，就是警察应该自己会有分寸。有网友看到影片后就感叹的说：“警察真是辛苦了 ，SOP 流程都还没执行，人就跑了。”看看远景已经拔枪喝阻，驾驶仍然没看在眼里，踩足油门绕跑，警察有拔枪却没开枪，民众说就是怕又被说执法过当，警察难为。记者王一超台中报道。